在其他的环岛，那最困难是上坡啦，又逆风啦，哎呀，又恶劣的天候了。走，目标就在前面。今年73岁，黄竹南在两年前甲朋友开讲的时阵，讲到家己一世人拢住伫个婚姻的东势处，台湾阁有真侪风景还未去看过，所以一直想要骑脚踏车去环岛，想袂到真正讲行就行。后来伊甲朋友用9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愿望。其实这已经不是黄竹南头一次挑战家己，在60岁迄年，伊就要去爬玉山，这是因为伊的心肝内有一个遗憾，就是太太还未享受到，就破病亡生。在迄段时间，伊的生活过甲茫茫渺渺，常常问家己，是安怎太太这么早就离开？啊，搁有家己刷落来的人生要安怎嘞？算算人生一大幸福哎！哎呀，这全程都是上坡。好。那个风多大？会船吗？当然是会船呐、啊，大船小船而已啊。当然是不会船，有阿公的，有阿公的呵护。厉害不是很简单的、哎呀，各有各的工作啊，时间上很难配合的。环保的时间是排第一啦，然后呢，有时间有空啊，再来走走，对啊。接触大自然啊，大自然是一大乐趣啊。啊，事在人为啊！哇，高了！高了之前是徒手，后来呢就带着背包，背着矿泉水，啊，来回一个礼拜3次，到密集训练。爬玉山要光点时候训练，到大尖山的最高点，然后再下来，大概要一趟要3个钟头左右。兴趣来了就做的不辛苦啦。我当玉山60，刚好60岁。那个时候我要当玉山，那个领队还不让我去耶，他怕我体力不行。这个叫做我们闽南语叫做
水叶啊，水哎，把那水给它给拉上来，哎。像这个东西是我之前在做的，像这个东西，这是我们在农田抽水马达的时候，就是要这个东西。我爸爸在我20岁的时候他就往生了嘛，就我就继承我爸爸的事业过来的。我之前做的是传统工作，种田用的工具，那么现在农业没落了。没有生意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收拾起来，改行呢，我儿子呢，他就转行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两个女儿。哎，是我儿子的五金卖场。儿子媳妇在经营。哎，他的儿子。哎呀。有和爸爸讲啊。我讲我要开五间，阿爸爸嘛同意啊，啊，拢一定爱插中间。环境所逼啊，啊嘛是讲拄着嘛是爱转呐，该转爱转，啊无无多生存啊。新开业吼，真正是足可怜的，都逐项唔知影，嘿，介绍唔知，啊，逐项弄白拢为零开始，啊，才摸索安尼。我嘛做过一个啊，做过一个吼，嘿，那讲要做，一直做去，安尼啊，啊，有时阵就是讲，伊过节较有好啦，做事实吼，我无法度，就无法度忍受啦。事业志业过好。常常伊想要做，我都一定要叫伊，比如讲做事，伊想要做事，做行的，伊就爱一定爱放在放在做，我感觉我都没那样做，伊就一定爱那样做，吼，我两个都定爱为着说，冤家啊。唔是冤家啦，算讲已经袂合，安尼，啊袂合，啊就顺利，啊就顺利就好，啊人较忝安尼尔啦。当然，较早要无做主席进前，是足顾一个，讲真，我开头讲足顾一个，啊顾一个吼，有时咱做事有时无多体谅，你知？啊伊无体谅，当然较会冲突嘛。啊伊做主席了，啊带出去了，当伊去看，或者。把人观念，甲伊观念改变了，伊嘛变改，伊嘛改伊的看法安尼，所以阮即马相处还不错啦。今天的婚礼，挪到今天来，安尼。哦。从阮妈妈过往，阿雄过往，阿过往时阵，当然一定失去一个安怎失落感一定的嘛。早期参加救国团，迄个参加组织，所以遐组织甲伊带出去，安尼就对啊。伊带去了，伊是毋是就快活？安尼。啊，是毋是困觉就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啊，当然做实在，伊拢欢喜，啊，就好，安尼啦。甲你参加义工同款啊。较低落啦，啊，较低落，当然爱行出去啊，一定爱行出去。啊，拄好好加载有只迄个慈济，迄美术师姐，甲伊带，啊，带出去，当然心内，我一直想，心内一个寄托，有一个寄托，啊，伊一直行，啊，都做欢喜，嘿，做欢喜，安尼就好啊，哎。来喝茶啦、没事的话，再来这里泡茶，或者到环保站工作。哎呀，环保站哦，哦，伊是足认真的哦，伊逐工伊算凶的，算专业的去咯啊。这伊的鸡仔囝啦，所以他们两个是最佳拍长，就是。如果要做什么，就抽空一下就可以走了。因为我到了青海村来讲，我近近了呢啊。自然思想的算几乎天天伊就凶个拢出门个啊。啊，若算讲时啊，搁有算讲有工课爱做啊，阮田个啊，我爱做田个嘛，啊，然后用则对。伊若算讲啊，要去再回收，啊，需要人手啊，欠人个时阵，啊，就甲伊来做伙来载啊。嗯。吓啦。我问讲，到什么时阵要搁去再回收？算伊精进的，精进做的吼，这才骨力的，也有坚持啦。甲师傅讲的迄个，还有坚持安尼的，能吃苦耐劳。啊，尤其伫这做环保这个区块，算大家上无爱做的。你讲臭嘛，上臭的，啊去再回收，
正拢因大部分拢叫少年的啦，嘿啊，你像少年的，人生七早才开始啊。我只能说年轻，体力不输年轻人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比少年的较用啊。哎呀，比少年的较用啊。那时候他说他想要来培训，他所以就想说把水果店收起来，因为不然没时间。然后收起来，就是那时候刚好就是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有空。哦，然后还有在过年前，然后就来这里聊天的时候，就说哎，阿伯来环岛，然后他两个的马上说好，然后就开始计划，然后就说脚踏车也有，整装就马上就出发了。哦，上辛苦就是算要往台东去啊，结果无想到讲吼，你东北季风来是为一条黄泉的头去啊，上坡去兼逆风，那段上辛苦，又刮风又下雨，连到天，还要到苏卡那段呢，我还连续五公里爬坡那段，还想体验一下也不错。对，就是我们会担心，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先骑，啊，那我们是第三天，我就跟我儿子开车，看他们就也骑得很开心，我们也就很放心，我就跟我儿子先走。有一晚在礁溪泡温泉，然后竹南师兄有点想要放弃了。他觉得他的脚力已经不行了，然后我就给他鼓励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要继续加油，就剩一半而已，哦，不要放弃。”他本来想说要给我载回来，我说：“不要，你已经挑战到一半，就不要放弃。”收获也蛮多了啦，因为在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车友。我从这边东势乡出发。远从打从到高雄，遇到高雄的一位车友，就结伴就走了一段路。那时候他还蛮开心的，都叫我伯伯。在十几天之后呢，把这张照片也寄给我，还值得蛮怀念的。黄伯伯在风和日丽的花莲途中。能有幸与你共骑一段，真是非常开心，也很佩服在你这个年纪的体力与活力，让我大开了眼界。说啊，你七十岁搁要环岛，敢有法度？记者还有来访问。勇敢追梦，七十岁黄竹南骑单车环岛。东势乡七十岁老翁黄竹南利用九天的时间完成自行车环岛壮举。他说，在南回公路上坡，逆风又下雨，经历体力和意志力的挑战，终于完成梦想。他说：“有梦就要勇敢追。”因为兴趣要把握啊，要不然一挥就走了。对，应该对吧？哈，兴趣就要把握。师兄之前就是太太就是生病癌症，照顾太太大概五六年，对，五六年。然后太太往生的时候，他就是心情蛮低落的。然后子女就会觉得怕他一个人这样会很孤单啊，那时候师兄就会参加一些活动啊，比如说社交站或者是参加什么社团啊，有时候他会一个人自己出去旅游，那时候我就跟子女建议说啊，要不然带爸爸进来慈济啊，可以参加更好的活动这样。车上分得好的资源啊！昨天晚上做分类啊，昨天晚上做分类呢，我昨天晚上就把它给载过来，太晚了，将近九点多了
啊，所以呢，哦，都到现在还再把它给卸下来。哦，他是我们这里的大好人，他我时常说他家开了一家五金行，叫通通有，啊，他是通通好。对哦，嗯，经常去南埔营的时阵啊，拢啊，突然思想改一个出来啊，哎，就是要爬上车再下车，改一个翻上车个，哦，个落来再收收个去安尼，拢自己一个人安尼，都较忝。哦，伊个性是好好先生，伊谈得好啊，啊，孙仔孙仔讲啊。做思想啊，看头来做啥物时阵就来，算啦，叫做啥就做啥下啊。感恩啊，大哥。哦，阿你那呢？行好。那是下来你看好了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哎。那是下来你看我到。下来放放放。嚯，轻松好多、哦。如果他们有很忙的话，那我叫我自己来。我是我倒提你靠你的技术咯，你技术算一流的，免惊免惊。每一个因为我们说几个乡镇，就是台西、东势、树湖、宝庄、麻光啊，这边靠近麦寮，麦寮也有说了。我们是礼拜四的话，就有两部车子，两部车子就有六个人了，都是我们这几个人承担比较多了。来，你老人要算哪算啊？这扣啊，紧回。啊，这哪要回收？啊，迄算无啦，我唔是咧问坏啦。啊，无啦，伊要收地好啊，慢慢。真慢慢，你哪真诶，我收全地好啊。嘿，迄有咧收地好啊，因为伊有需要。你有需要，伊算伊收安尼个。啊，这地啊，感觉都老。做实际哦，咱们啊，实际哦。哎，咁录音啊。啊，伊个，迄少年个，七十外上少年个，咧做草根菩提个。啊，你若看大个台在用个。是啊。因为吼，他就是，比如说我们早上说回来。他下午再去收，有时候晚上还有他还要去收。他真的可以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如果说像他这样做，可能我们心里挡不掉。啊，所以我拢叫站长啊，我拢也讲吼，整个环保站吼都是靠他。他责任感很重，真的责任感很重。这个站就等于是他的第二个家。我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一张照片，哇，这是我太太的遗照。哎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同甘共苦过一生。春节他乡必弹去，但愿有知结伴行。这是这样子，我。把这照片呢搭在我的身上，就这样子。很好啊，我们的感情很好啊。只是他你的这个病，也是他不得已的啊。我时常梦见我老婆，就是在天黑晚上的时候。可是一醒来就忘了，真的在梦中可以跟他讲话，可是讲什么话醒过来就忘了，一直在回想都想不起来，不知道怎么事。
亲爱的阿姨，天国好，光阴冉冉，别后四十载，度过几许春秋，偶尔梦里相会，虽是几许分秒，却是回忆至天亮。忆起往事，悲欢岁月，我俩何心克服万难，直至儿女们都能独当一面，正可想成你因全心为家操劳成疾，一病而去，真叫我情何以堪。岁月悠悠，时光渐去，日来忙以社稷环保，夜来独守孤灯。他那时候健康检查，一检查就发现了，那时是肝的肝瘤有病变啦。啊，从那时候就一直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在医院，最后还是抵不过病魔了。那就是在五年当下，他就撒手西归了，真的是很茫然啊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因为那时候我的平常的日常生活都是他在打点，无微不至，就这么一句话可以形容，无论是我穿的出的，冬天夏天他都照顾得我很好，非常的感念。哎呀，可是这要说到这真的很心酸。现在黄竹南都是笑眯眯，每天跟一群志工在社区做环保，让人感觉很有活力。他说去爬玉山的时候，一心只想要攻顶，不要去想说自己已经六十岁了。后来去骑脚踏车环岛，遇到爬行又落雨的时候，也鼓励自己继续向前走就对了。艰辛苦涩的人生也是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坚持走下去，就会看到最美的风景了。